兄弟姐妹平安，大家好，我是 Catherine，中文名字是张韵，可能大家也之前听我的讲到，今天很高兴再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那首先，真的、oh, OK，<laughs> 谢谢，那再再再来，好，谢谢。 呃，我是 Catherine，呃，中文名字叫张韵，很高兴在今天来这里，呃，跟大家分享信息。呃，今天是大年初一，那先祝先祝福大家新年快乐，龙马精神，<laughs> 新年快乐。好，我们继续的继续，呃，继续继续的分享希伯来书的信息。今天的信息来自于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十到十八节。 接受我们信心的对象，从苦难到完全。那我们在呃读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先开始做一个祷告。好，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经文话语。主啊，求你也准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接受你的话语。也主啊，也求你也呃，刚我孩子的嘴，也给这个信息传讲。主啊，谢谢你。所以，听完了祷告，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Man，好的，让我们一起来读呃经文。好，我们一起一起来读。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女去，使就他们的元帅应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因为使人成圣的。 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会从他们的弟兄也不以为耻，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性质成了血肉之体，都要这个死败坏了掌史权的，就是魔鬼。 更要释放那些医生因怕死为为奴仆的人，他不就把天使乃是救博亚罗巴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身世上成为慈悲众性的大知识，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竟然为试探而受苦。 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好，我们先复习一下，嗯，《希伯来书》的写作背景。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呃，之前呃没有没有听之前的好几次的讲到。其实，《希伯来书》是面对当时整个的教会所面对的全面的逼迫。那信徒其实他们有一个保命的特权，嗯，那个特权是什么？他们只要在会堂里面。 否认主耶稣基督，他们就可以回到旧约的犹太教。那如此，他们就可以免去了逼迫。那他们也可以一家的团聚。那希伯来书是特别写给犹太教会中的犹太的信徒，主要的目的是要稳住他们的信仰的根基，也帮助他们持守主耶稣基督的真道，认识主耶稣。因为主耶稣超越天先知。 超越天使，超越地上的自私，也应验了旧约的预言。那希我来说的作者鼓励的犹太信徒，在极大的逼迫当中不要后退，呃，不要放弃，鼓励他们继续的往前往前行。那我们看到从第十章，第十章那里写到。 啊、呃，原来那位万物所属的、万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女去，使就他们的元帅应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那怎么样？今天的标题是从苦难到完全是怎么样一回事呢？那苦难是斯伯来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在斯伯来书多处的提到受苦还有苦难这个议题。 那主耶稣的受苦是成为我们最好的榜样。那因为我们在世上会遇到很多各种不同的苦难，那完全是怎么样一回事了？那“完全”这一个字在新约的圣经里出现过二十四次，那最多出现在希伯来书，其实有九次之多。那希伯来书是强调一个完全的地步，这是我们的指望。 也是我们的标杆，那也是我们不断的追求，要鼓励我们不要后退，也不要停留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从主耶稣的完全，也带入我们走入完全。那就我们的元帅因苦难得以完全，是成为慈悲忠心的大智司，带领我们进入荣耀。那受苦，呃，不是一个目的。 受苦只是一个过程，目的是要领许多的儿子那进荣耀里去。那我们的神，万物都属于他，那他万物也是从他而来，那一切都是在他的掌权之下。那他要带领我们带怎么样带领他的儿女进入荣耀里了？那神是怎么样成就这件事情了？那这。 节就从第十第十节当中就提到说，使就他们的元帅任受苦难，难得以完全本事合一的，这就是神完美的策略。那透过神主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的元帅，大家记得不记得？嗯，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为了拯救世人。 为了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嗯，天父使救我们的，是救我们的元帅，就是他的独生的爱子，因为受苦难得以完全。那主耶稣就是救我们的元帅，那我们也就是他的军队。那在这位前面带领我们的元帅，他就是最合适的。 他也因为了受苦难，也得以完全。那当然，主耶稣也不是一个光说不念，也不是一个见死不救。他为了我们受了苦难，他也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他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他是一个完美的赎罪赎罪祭。那他的死与复活败坏了长死权的撒旦。 所以他很配得成为救我们的元帅，他有权柄，也有资格带领我们进入的荣耀。耶稣的受苦是完成完全了神的救赎。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断气的之前，他就说成了。那为什么耶稣因受苦得了已完全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这原因。 那第一个原因是，主耶稣成为血肉之体，呃，借着死败坏了长史权的魔鬼。那释放了哪些因为怕死而而为奴仆的人？那在十一节当中，主耶稣是使人成圣的，我们就是得以成圣的。那主耶稣也为了我们，都是出于一，我们都属于天父。 是属于天父的孩子，那所以他亲他们的为弟兄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给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那又说，看呐、啊，我要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呐、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那耶稣看我们与他一样，都是神的儿女。 那在第四四四节当中就说，儿女，先放你的经文，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那他也照样称之，嗯，亲自的成为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了掌实权的，就是魔鬼。那这里耶稣是因为受苦得以完全，是对我们是合一的。那我们是头号的仇敌，魔鬼。 已经被我们的元帅主耶稣基督给完全的打败。那主耶稣从死里的复活，他已经吞灭了死亡，直到了永远。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害怕死亡。那十五节当中也提到，并要释放那些医生因怕死为奴仆的人。那害怕辖制的人，就如同没有自由的奴仆。对于当时，嗯，教会所面临的环境。 耶稣、主耶稣释放他们，不再怕死、怕死。那被一个害怕惧死的人，那如同奴仆被挟制，失去了自由，无法的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那人很可能因为怕死，那选择妥协或者是逃避。那主耶稣就释放了我们。那第二点，第二点是。 那耶稣与我们相同，成为慈悲众性的大祭司，那为百姓献上了回祭。那看那段经文，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众性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一次的献上自己。 呃、完成的救赎，那就变了，得以成圣的人，永远的完全。那这是希伯来书很重要一个的主题。那以后的讲章也会有更多的嗯强势的讲解这一些经文。那第三点是，耶稣受过被试探的苦，所以他能搭救被试探的人。那十八节提到。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打救被试探的人。那受过试探之苦，他是完全的得胜。他不但可以体会我们的不容易，他也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试探。那我们在成圣的渡路渡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就算在不容易的试探，耶稣也能够搭救了我们。 这就是从苦难也得了到完全，是因为就有耶稣因为受苦难而得以完全，也成就了完全的救恩。有主耶稣为救我们的元帅，在我们的前头也带领我们进入荣耀。那有主耶稣为了慈悲的众心的大祭司，为我们献上了挽回祭，救拔了我们。这样完全的救恩，这千万。 不要不要错过，这是完全的救恩。那刚刚也说完前面的三个原因，那为什么主耶稣因为受苦得以完全？我其实想把今天呃的时间呃放在第一点上面，就是、说耶稣成为血肉之体，接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并释放那些因怕死。 而为鲁仆的人，那其实很多人现在，尤其是嗯疫情过后，我们有很多人也真的受各种各各种各样的恐惧的困扰。那其中一个，其中其中一个主要的恐惧就是对死亡的恐惧。那我们了解主耶稣做了什么，也让我们可以摆脱了对死亡的恐惧，也给我们永恒的希望。那在 十四到十五节已经已经讲了，那其实我们人有受了很多的束缚，当中有很多种。那其实这些恐惧真的很容易的会参透在我们的生活每一个各各种的层面上。那希伯来书上面的经文就谈到，那一些医生也被死亡恐惧的人所支配，那他们不断的被这一种恐惧感所困扰。 那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也很明显，那主的旨意是从他们被捆绑的人，被这种恐惧捆绑的人得到释放，因为主与他们同在，给他们勇气，还有信心的生活。那提到恐惧，那可能我们就会问：诶，那恐惧其实最当初是怎么样到世界的？ 那我们就需要回到回到创世纪，嗯，不是创世纪的的第三章，我们会看一看创世界第二章跟第第三章。那当亚当害怕的时候，那主赐给我们的情感，那其中一个就是恐惧。那在圣经当中，这种恐惧的情绪情绪，在创世纪中的第三章第。 第九节到第十节当中，就首先的首次的表现出来。那时候耶和华神呼叫那人说：“你在你在哪里？”他回答说：“我在院子里听见你们的声音，我因为此生入体，因呃我变长了。”那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其实与上帝的不停的交流，但是就在那一天。 当神呼唤亚当的时候，他没有立刻的回应神的召唤而跑过来，而是他被发现他逃避神。那亚当是第一次体会到这种恐惧的情情绪，那他却对神说：“我因为吃圣鹿体，所以害怕，就躲起来。”那是这一点是直到亚当违背了神的命令之后。 他没有办法面对神，他怕被给给神责备，他心内心充满了恐惧。那当然，恐惧其实是帮助我们的，尤其是我们在很感到很危险的时候、不安全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感觉。那可是过度的恐惧是没有效的，而且我们也可能被这种很强烈的恐惧给捆绑。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害怕坐公车，从上车到下车，心中也会忐忑不安。那其实，我们为了克服了这种情绪，其实最重要是需要我们了解、嗯、恐惧的根源以及控制我们的方式。那我们其实生活中也有很多的很多的例子，比如说，举个例子。 嗯，其实加州，呃，就加州有一条的，嗯，法律就是，呃，比如说年轻人，就是十八岁，十八岁以下的人在，在呃用脚踏车的时候，骑脚踏车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必须要戴头盔的。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其实蛮多时候我们可能看到那十八岁他们那样年轻人，他们都在脚踏车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没有戴头盔。 那可能他们不喜欢就把自己的发型给弄乱了。那可能他们就会手上就把他的头盔就放在放在手里，就是反正就是不是戴在戴在头上。那当他们是在远处的时候看看到交通警察的时候，他们就会立刻的停下来。哎哎，我现在我真的不想不想被抓，我也不想被罚款。好，我现在就把把我的头盔就戴起来。 那如果是同一个年轻人，是按照一个原本的方式，就立刻的戴上了头盔，那他们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很有自信的的经过同一个警察，也不会有任何的恐惧。所以，其实我们也需要，嗯，意识到，当事情也不按顺序顺序的进行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没有遵守在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或者原则的时候，恐惧就会袭击了我们。 那当然，我们也会试图了，为了做错事的时候，可能也会安慰自己啊。我们就很可能说：“哎，没有人在看，哎，警察叔叔不在，那就没有关系。”也当我们每一次犯罪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更加的恐，更加的恐惧和脆弱，因为这些罪为我们的生活会加重了更大的负担。 那这样，死亡的过程是怎么样开始的？那刚刚就在创世纪的二章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会，我们就会读到。那他说，神当时是吩咐那个人说：“你可以随意的吃园中任何的一棵树上的果子，但你绝对不能吃分别上树的果子，因为当你吃了它的时候，你就一定会死。” 那主、主主神是当时给了亚当和夏娃是两个命令：是一，他就他就可以随意的吃伊甸园里的任何一棵树的果子；是二，这不可以吃分别上恶树的果子。那神也警告他们，就是如果他们不服从的不服从的话，吃了他，他们就一定会死。那亚当和夏娃不顾的警告，那选择了违背了上帝。 那吃了进树上的果子，那当时肖亚当和肖娃那天没有立即立刻的死亡，但是在他的犯罪后，他就意识到发生了一些事情，他开始逃避神的存在，他也意识到他的不服从，他的不顺从使他们与神隔绝了，他们从此也失去了与神那个美好的关系。 那亚当和夏娃在堕落之前，在神面前是如此的勇敢，但是在那一次突然之间就被他的恐惧与羞耻所征服。那罪当然是有后果的了。当有人继续的犯罪，没有任何的悔意的时候，他们可能真的没有立立立刻的看到后果。 我们其实我们可能不知道的是，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就是可能不是表面的，是我们的内心。啊，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小时候，比如说父母就把我就留在留在家里，就会说 OK，你好好好好在家里学习，或者好好在家里做作业，或者说父母父母回来了，他们就会发现，哎，当我回来的时候就会观察，哎。 我欢迎他们的方式，他们就很容易的察觉察觉的出来，就是我有没有真的是学习了，我们有没有真的服从他？是我很有自信的跑过来就说：“哎，爸爸妈妈，我有做。”或者说我有一个很很犹豫的，就很内心一种那个愧疚感，就会说：“哦、我没做，<laughs> 我没做，就把那个事情给蒙过去了。” 所以在父母的眼中也很容易的看到，诶，其实我们有没有顺从他？那就是我们也看到，这、就是跟我们与神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是住在我我们里面的圣灵，他是在当我们我们的生活有罪还有叛逆的时候，那神的灵，我们就不会很敏锐的敏锐到神的灵。 也当我们继续的犯罪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了我们跟神的关系。那在在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记载一件事，那耶稣和门徒一起的散步，那肚子饿了，就在一棵长满了叶子的无花果树树上寻找果子。那当耶稣找不到任何东西之后，他就跟无无花无花果树说。 哦、任何人都不能再吃他的果子。起初，这棵树似乎也没有什么的发生。那到了第二天，当耶稣的门徒从同样的路路过的时候，就发现这棵树已经枯死了。那许多人继续的犯罪，可能认为生活上没有一切的改变，他们的可以的、安全的、继续的他们的生活的方式。 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所以会恶化我们的灵性的生活，也会切断了我们与神的关系。那我们被呼召的，要在生活、思想、言语还有行为各方面都保持圣洁，并且对每一件事也对神负责。那也事实上，当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正确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会。 就会恢复了好转。那其实，当我们与的关系，当我们这种关系断断裂的时候，我们就会被那些有害的情绪所占据。那导致死亡的步骤，就我们服从神。那我们情感是好好的，身体也好好的。当我们违背了上帝的时候，第一件事是一个灵性的死亡。那接下来。 不可避免的就是肉体的死亡。那有两个人，好比说有两个人是一对亲密的好朋友，他们的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他们也互相的理解，他们是彼此的如此的熟悉，甚至他们不需要说出一句话就能够很完美的也知道对方的想法。那可以观察这一段的友谊，可能有第三者。 他们他们会，他会制度，他们那个人可能就很巧妙的，那个第三者就会透过放下那一些很不合的种子来破坏这种的友谊。那当然，这种干扰的结果就是原本的好朋友的两个人，现在连说话也说的不自在了。那一旦出现了这种裂痕， 那任何简单的沟通都是很容易被误解和曲曲解的。那如果这样子的情况还没有还持续的一段时间，那值得他们可能会选择彼此的分开，各走自己的路。那当然，这样事情不但说可可能发生在朋友的之间，也可能会发生在夫妻之间。那因因此，我们发。 婚姻出现了问题，我们也必须的学习，把它带到主耶稣的面前。那这就是伊甸园所发生的事情。那亚当与夏娃原本是跟神有一个美好的交流，那但是他们给神的空间，神就在夏娃的心中制造了怀疑。那他们的叛逆也首先呢导致他们灵性的死亡死亡。 那后来，引致他们也躲在恐惧之中。那上帝是原本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创造的美丽和完美的人类，那他现在也不得不让人类感触伊甸园。那人现在就与他们的生命的资源的神分离了。那傻蛋巧妙的加入，也做成了神与神的子民之间的分裂。那就是。 为什么希伯来说的的十四章、十四章、十四跟十五节那边就称撒旦为掌管死亡的那一位？那耶稣是拥有胜过死亡的权柄。那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十八节中读到：“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到。” 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以上以上就是主耶稣对我们保证的话。虽然他死了，但他现在永远活着，并且手里是拿着死亡的和地狱的钥匙。那曾经在魔鬼的手中的死亡的权势，那现在已经在主耶稣的手中。主耶稣死了。 并从坟墓中胜利的复活了。那钥匙是放在主耶稣手中的权柄。那如果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整个是主耶稣是怎么样超越了死亡，还有地狱的权柄，已经把它交在交在主耶稣手中的过程，那我们就会从我们生命中对死亡的恐惧解脱出来。 那主耶稣除了人的形象，那夏娃、亚当与夏娃是，以及所有追随他们的人，我们都有血肉血肉之躯。那当他们犯罪的时候，死亡就开始掌权，而不是生命。那他们本来与神相交，却是与神隔绝了。那为了纠正人的这种状况，那主耶稣的血肉之躯降世为人。 那在其实保罗在菲菲利比书当中也会在信上面说，在菲利比书的二章第七节，他说他却积怨的放弃自己的一切，除了卢布的本性，他变得像人一样，并以人的样式来出现。那主耶稣他倒空了自己，也放弃了一切的地位，放弃了他应得的荣耀，他取了卢布的形象，他成为人的样式。 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恢复神在创世之时为他所计划的原处那创作的开始，就是作一个顺服的儿子来到世上，就为了实现神在地上的旨意。那其实有在哥多前书的十五章四十五节，我们也我们也会读到，这第一个亚当被造为有生命的人。 幕后的亚当却是赐生命的灵。那保罗解释说，第一个被造的亚当是有灵的。那第二个亚当，主耶稣却成为了赐生命的灵，因为主耶稣来是要恢复第一个与人分开的灵。那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十九节当中也也说过：，正如所有的人都因一个人的不顺服而成为罪人一样。 同样的，他们也会因一个人的顺服与神和好。那亚当的叛逆会导致全人类的死亡。那但主耶稣的完全的顺服，直到他实在死在十字架上，导致了永恒的生命，也使我们呢重新的在亲近,近神。那神是公义的，他不会忽视罪。这就是为什么。 主耶稣他亲自的担当了全人类的罪孽的惩罚，那他过着无罪的生活，他也忍受了精神和肉体的死亡，而成为了我们的救赎主和救世主。那主耶稣经历了灵性的死亡和肉体的死亡，在菲利比书的二章第八节当中说到，他为人谦卑，久顺服的路。 直到死，死在十字架上。那在也看到，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四十六节，那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呼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象征着他他与神分离的时候，他灵性的死亡，因为他承担了全世界的罪孽。那在五十节的当中，那主耶稣。 又大声的喊叫说：“气就断了。”那在那里，他经历了肉体的死亡；当他也放弃了他的灵魂和肉体的死亡。那主耶稣在十字、在实字架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这五十一节都说：“忽然，嗯，店里的曼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当主耶稣 作为神无罪的羔羊，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圣殿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主耶稣是无罪的，因此死亡是不能拘禁他，他就战胜了死亡。也因此，死亡的钥匙是传的传递在神的嗯、呃、主耶稣的手上。那我们在哥林多的前书这十五章的五十五节也看到。 是啊，你得胜的权权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在在这里，可能就很多人说，那我现在我听到你所讲的，就是 OK，那我有这惧怕，我需要认罪悔改，那我需要再看把神看为目标，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 可以执行的，那我现在就做一个植入式的广告。那可能有没有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星期六我们有一个组叫 Celebrate Recovery 的？没有，没有 <laughs>，OK。 嗯，Salve、um, Recovery 是呃、uh, 是 s a d d l e Back Church 是 Reagon 的其其中一个 ministry。那、uh, 呃我们 Cross Point 就很开心，我们在嗯、um, 去年的时候在星期六开放 Salve Recovery s <S。那那 Salve Recovery 是什么呢？是是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突破他们的坏习惯，他们过去的伤害或者是他们过去的所有的不好的事情，把它重新的。 嗯，改过改正，以达达到这个，不要回复到那个丰盛的生命。我非常鼓励的弟兄姐妹，在星期六中午的时候，在十二点到两点钟哦，有午餐给你们的，<laughs> 有午餐三头三十分钟，然后十二点半开始到两点。那我们你们就会根据很多的 Step Study，就会就会有一个嗯，更好的怎么样告诉你，嗯，怎么样承认。 呃，承认呃我的恐惧，然后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课，也有很多的支持，所以这一个是给大家一个嗯考虑。那到最后一个总结，一个总结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保证的是，是我们不要不需要惧怕害怕死亡，因为他已经克服了死亡。 要、yeah, 主耶稣甘愿的谦卑的自己，也、yeah, 他为我们罪死的时候，他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胜利的已经站在了出来，他手中是握着死亡的钥匙，撒旦现在已经没有权利，也没有这个权威来见战胜死亡。然、啊、后，其实我们的出生的意识还有死亡的意识，也都在主耶稣的手上，所以其实我们没有理由在害怕死亡。 那对于那一些将自己的生命也交托给主耶稣主权的人来说，我们是有一个绝对的保证，他是和我们同在，我们就真的是不需要惧怕。那如果我们也给各种的恐惧，对于那种事情啊，所有的人物啊，所有的人恐惧，所有困我，也让我们证实很有充满信心的，也知道神是在掌管一切。 我们的手中是很安全可靠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听完今天的讲道，我就会呃挑战大家，也问一问大家，诶，其实大家心中有没有什么恐惧的，或者说当中心中什么恐惧是你不敢承认的？好，我们现在呃会交给 praise team，我们会有一些祷告的祷告的时间。 是，呃，让大家给一个安静的、安静的时间，会来，呃，回应今天的讲道。好，谢谢。